好，观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下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大陆人权律师程海8月30号给中共中央及人大常委、中组部、中纪委、监察委、政法委等部门邮寄控告信，控告中共司法部部长傅政华以及北京市司法局、昌平区司法局、北京市律师协会的20多人违法犯罪，嚣张打压维权律师。多次被逼得无家可归的北京人权律师倪玉兰夫妇最近再次遭到西城区国保跨地区逼迁。8月28号，警察逼迫他们签订协议的中介公司毁约，强迫他们退房。据说警察逼迁是一种赚钱手段，逼迁成功就可以从中介和租房户身上捞取大笔好处费。河南维权人士孟晓东9月5号被河南睢县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目前被关押在羁押睢县看守所。孟晓东2012年因村里土地问题走上维权之路，曾参加过河南反平粉等维权活动。在中国多省和海外都设有分支机构的汉能移动能源控股集团最近拖欠员工工资，9月3号工人到北京总部大堂讨薪。